多意見啊，好多構思啦、啊，覺得你哋設計成個公司嗰啲設計幾啱心水，好專業，同埋都笑快手咯、啊，真係。今日嚟到海濱南望呢個屋企，一入到嚟咧就已經覺得好温馨啦。除了是因為這裡住了一個三代同堂非常開心的家庭之外，還是因為這個這麼溫暖柔和的設計。雖然這個家只是有三個人住，但是逢假期戶主的孫仔都會回來，好像今天這樣，在拍攝的過程裡面整家人都很開心，可以見到平時戶主一家相處非常融洽，挺開心的，親身都不知道有你這樣的服務。不過我哋太多嘢啦，即係或者又搞到你哋比較麻煩啲咯。平時有咁多人咁熱鬧，當然要多一啲儲物空間啦。咁樣先至可以有多啲地方走動。設計師都冇放棄任何一處可以做櫃嘅空間，所以呢度儲物空間係好多噶。淨係媽媽房呢個地台都放咗唔少嘢啦，所以呢度係媽媽最中意嘅地方。啲設計都幾滿意，都擺得好多嘢，設計得唔錯咯。最好就個地台咯，個地台擺得多嘢咯，地台啊同埋個牀底都 OK 咯。唔知道我哋嘅服務隊俾佢哋嘅感覺又係點咧？好專業，同埋都笑快手咯，真係。同埋佢哋整嘢都乾淨企理咯，我哋好似俾咗幾日，好似兩三日時間佢就同我哋砌曬全屋嗰啲嘢咯。因為記得嗰陣時嚟係有成唔知百幾件嘢，成百件嘢咁擺曬我哋間屋度，咁啊佢哋好似兩三日就同我哋砌好曬啲嘢。同大部分嘅人一樣，户主都係睇過我哋嘅網站之後就決定維護我哋公司啦。因為佢好多設計啊。我都睇咗好多個，咁覺得都 OK 咯。咁就大家傾下，逐個講，同埋聽逐步嚟傾咯。咁佢哋俾好意見我哋，咁我又講咗我哋想我點樣。總之我因為好多責任，好多嘢想擺，咁佢咧就建議我哋點樣做點樣做咯。设计情报一向以客为专，设计师会吸收所有户主的要求之后，再加啲心思设计出客人满意的家居，很多时都会做出令客人喜出望外的设计噶。佢俾咗啲好多宝贵意见啦，同埋即系同我哋谂得好尽噶啲地方咯，用得佢好帮手。而呢个单位里面咁温暖嘅设计，一定都切合到户主一家人嘅气氛啦，所以户主都好满意我哋嘅服务。小朋友自己嘅房間当然都希望啱自己心水啦，所以户主嘅侄仔都系呢一间房嘅小设计师嚟噶。呢间房系咪好靓呢？成间房咧啲颜色都好色彩缤纷噶。其实呢间房咧系由呢度嘅小户主自己设计噶，喺呢度瞓咧一定好开心啦，系咪啊？系。睇你咪咪嘴笑嗰个满足嘅样子，就知道你好满意自己间房啦。户主对我哋嘅分期服务都好满意噶。啲钱可以俾我灵活运用啲咯，唔使话一笔过俾晒你哋咧，咁我就可以比较灵活啲咯。都有用。设计情报真的给了户主一个很愉快的装修经历，所以当被问到会不会再找设计情报装修的时候，户主就说会啊，会介绍、啊、叫上网看看啦，还有好像都有试过朋友打电话去问过的了，迟些我每可能都会有些家私想整都会找你们。